这个邓的小妹啊，当这首歌唱的时候，我今天就会中奖了。你看她穿的满红的衣服，如果今天中奖，明天包红包给她。算算这是二三十年了，二三十年了。连客气，连客气。拜托一下了，谢谢你。哎，那个不要了，那个不要，不要摆进去，不要摆进去。我不知道你是。你吃，你要吃什么？你什么都不吃，你只有吃水果了。我糖尿病了，尽量少吃水果。不要，我是有带水果很多，不要麻烦了哈，我不想麻烦别人。真的，我不喜欢去麻烦别人。